哦，你看又是海鲜鹅，这个排骨很浓，我到时候把剁得很浓。现在正是说做起的时候，个个都肥得很。今天我做个香辣手抓虾锅，要得吧？把排切小，这个是的排肥得很啊。锅边上是三角形的，就是拱虾，专门用来吃肉的。取下壳壳，很好肥。取鳃，去掉肚脐。 再分成四份儿，你们看非常的肥美哈，又黄又有膏。阿公点火哦，要得很干。锅烧宽油，准备点玉米淀粉，漏肉的地方蘸上淀粉，五成油温下入扒海，待2分钟就可以了，停止备用。 准备点葱姜蒜，全部切颗颗，一点海椒、花椒，再准备点青红椒当配菜，切成菱形片。再烧油，葱姜蒜爆香，放点豆瓣酱香辣酱，放点干花椒干海椒，下入扒海，来点蚝油，少许盐巴。 别糖一撮，放一点啤酒中和味道，烧3分钟，放一点配菜，大火收汁，起锅前烧点葱段，要得了起锅，再点缀点黑黑的白芝麻，再点缀2根香菜。 就这个香辣梭子蟹，我后几天评，我你们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？Thank you， 来要我请哦！要得很干，啊，这个肥得很的梭子蟹，哇塞，啊，那个米开的是，哇塞，好肥，都是，知道吗？嗯，这是肉多嘛？反正我就喜欢吃这个梭子蟹。 肉太多，这个海鲜啊，在我们四川还是弄得好吃的哦，啊，嗯，而江浙那边的人全部是啥子清蒸啊什么的哈，我们吃不来，嗯，烤肉。 老公，那个，嗯，哎呀，哎，这个巨肥。阿公吃了没有？吃了没有？下午给买点清蒸。要得哇！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，如果喜欢我，喜欢我的，我们，我们来，拜个拜。